去盆，去盆，少倒点，够不？多多，再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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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吧？少不少？挺多哎。完了，开始倒水。行，倒，倒，嗯，好，先别倒了，先我看看。洗手，是不是得揣呀？一会儿。感觉差不多，现在可以开始揉了，你试一试，揉呗，直接就，差不多，行，你看这不也会了吗？嗯，这不上次跟博哥学的吗？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要加点面吗？不用，不用，能行吗？能行吧。我觉得有点黏，稍微沾点手软乎点也行，就软乎吃吧。能行吗？这胶黏的都没事，有的面就是黏的，人家烙饼的面都是可软乎了。但软乎和黏是一码的事吗？一样，有的那面都下不去手，就这样式的啊。啊，你看，哇，你好笃定啊。要烙饼的话，那面都是粘手的。嗯，再揉一会儿，揉成光滑的面剂。我咋感觉能再搁点面呢？不能，哎，这不用，你整那么干吧，干啥呀？它已经不粘了。好像别人的面团不是这样式的，必须光着吗？我也发现。哎呀，哪有那么一次就成功的呀？那半天它不光滑呀？那你稍微放点面，它能是不？稍微能放点的，就放一点点，实在不光滑就那么地了。嗯。哎呀，别这么多。我觉得这回好像稍微有点光滑点了。你好像是哎。嗯。你别说，咱俩现在让干啥，咱俩就能干上哎。就是克服畏难情绪。嗯。广大观众也可以这样。其实有的你试试，其实不难，整不好还整不坏吗？行，哎，行，挺像，这个挺好，这个像都没事。揉出手套膜，喝个优酸乳吧。太快了，这点活咱俩干太厉害了，有点飘，现在都。就和个面，你知道吧？这家自信的。你这不成了吗？你瞅挺好，到时候他来的大吃一惊。这可是面，这可是从他变成他的呀，挺好，等吧。那这面就啥吃啊？问孟哥，我俩整完了那面，这么快整完了？啊，完了，你这个卤子咋整啊？卤子啊？卤啊？那你这面咋吃啊？拿筷子往嘴里夹，然后一秃噜就进去了。给你们。你净扯、啊！你想咋吃？你想吃啥卤？炸酱面没买酱？别费事了，学姐。我想吃茄丁。茄丁肉丁呗。嗯。问四哥，四哥肯定会整。四哥指定不会。我干啥？我回回去我都做饭，我跟劳模似的。谁来都是一样，你不是擅长吗？我擅长多了，非得做饭呢？我以后不能说我擅长这事了。你俩咋招待起的？你俩都是啊，太白了。行，挂了吧，拜拜吧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，你快点的吧，拜拜吧。牛肉，没事。牛肉，他俩有没有能会的？指定会。不会整不熟，整熟了就能吃这玩意儿。不要被一些条条框框有点束缚了，现在咋整啊？不行，束缚住了，学生思维了，雪琴。嗯呐。咋整呢？这个肉，你先给肉整成沫呗，反正也不能是大块的。咱家是不是有这个？咱家有这个，有肉这个行吗？行，跟我家那一样。嗯，就直接放里就行，是不？嗯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可解压了。这整太就太碎，容易太碎。行了，是不？嗯，打开看看。行了，行了，这牛肉馅儿完了呢。你要做卤子就做呗。咋做呀？哎呀，我脑里没有这个路径呢，没谱呢。你就先给它都整出来，
完了先给他炒熟，完了再端出来，指定有道理。等他们来着干吧。一旦这个他拉面没拉成功，咱这白整吗？能行吗？这面和的这么好。对呀、啊，我说咱面这和对吧？咱面和这么好，万一他俩没拉成功，那咱是不白干？反正都准备备好了，看他俩想哪弄吧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手擀面是一根一根擀出来，是一根擀一张大饼，完了切成面。对。那我们的主题是气氛小能手装备。那导演组都在哪去找的这些东西？来不到，双管齐下吗？来吧。妈，这个是不是用过？啥东西啊？对讲机。好像是那个周有良来那期吧。对讲机。哎呀呀呀，有。可清亮了。哎呀哎呀，哇，这好厉害呀！哎，这值啊，这个对讲机。汪汪队开大会。哎，这个有过了，选题重了。这个就不展示了，那个周有良来那期已经展示很充分了。哎。这啥呀？啊，灯球。妈，还有小麦克风。开机，蓝牙模式。不是那啥呀？是咋的？不知道啊，还得配对。跟手机呀、啊。可以插那个 U 盘啥的，就是反正是个灯球吧，是吧？他那个啥，喂，哎，哦，哦，行，带来一首吧，带来一首那个，这个感觉像是唱那种无情的事，什么无情的？对对对，或者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感觉是这个，他这灯能关？这个风格，灯怎么还关不掉呢？关掉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喂喂，那是什么呀？这是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什么尖变声喇叭？喂，喂喂喂，变声能变声、嗯？再变一个。喂喂喂喂，亲爱的，哎，这个是哎变音变音。你这样，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哭泣。行，这都什么场合下使用呢？这些东西啊，就是聚会的时候，大家就是闹着玩的时候，对吗？大家聚会都这么无聊吗？像大学生聚会的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没有那个意思。啊，这个行，模仿一下大学生聚会吧。哎，雪晴来干啥呢？完了，出了个别的事儿。我看看还有啥啊？我感觉我是上岁数了还是咋的？它不能是鼓掌神器吧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尖叫吧？尖叫吸管。来，行，喝来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这必得是在喝的时候才能有效果是吧？它是电的还是物理的呀？我瞅这样是要电的。行，先这些。嗯，这个开了是吧？我看我试试啊。每次跟他在吸，就会说不一样的话。这雪琴自己喝也能发出这个声音？我不能，那我不能，不能吗？不能。不能。So sweet。这不尖叫啊。产品的名字叫尖叫习惯。它的作用是好玩啊。对，你觉得挺神奇？是挺神奇，因为大家就是一起举杯的时候喝的时候难免有一两秒的空白。对、嗯、用它就完全填补了。因为有的时候我前两天也是那个，就那句就是我们聚会，然后领导说完话之后，本来听说哎干杯，然后你就对吧，就全场一下安静了。要是有一个这个可以缓解一部分尴尬。嗯，当然了，刚需。嗯，音乐陀螺，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战斗陀螺。嗯啊，它有尽头。嗯，拧下来了。怎么还自己往下走呢？调
哎，我小的时候，俺们家那边的广场上都是卖这个的。你是抽的吧？那是？不是，就卖的，摆摊的。我说你是不是拿鞭子抽的？没有，我就拿这个。完了，他就，完有唱歌吗？有灯吗？这得是多大小朋友玩的？对呀、啊。你高点，它能像弹簧似的能弹跳吗？哎呀，哎呀呀呀！我真的一瞬间回到我小学了。旁边有跳广场舞的，有那滑旱冰。你说这些商家挺保持初心的，一直都是，就挺有意思。每一代小孩都玩一样的东西。哎呀，哎呀，挺稳当的，掉地上还转呢，挺好，这也挺好。过年回家加小孩们，你先不玩这个了，没有这么小的。给你一个鼓掌神器。是不？这个不就是咱以前用的？对呀、啊。我觉得那个好。还这个还得摁。这个手腕灵活，这个手指头不一定那么灵活。嗯，我觉得不如那个好。它没有两种模式，没有。没了呗。我觉着这个陀螺还算不错的，这就像一些个公司年会会用的东西。对，这你们公司年会剩下的啊，都拿过来了。我们公司没用，没用。我觉得这陀螺吧，选这陀螺吧，其他的。陀螺，我觉得这还行啊，这个话筒啥的。啊，这个也行。喂，还可以也行。天意，天意。反正这第一吧，话筒这个小话筒，这个这个蓝色带话筒的有线的，完了能亮灯的东西，对，你把它排第一名。对，这个小神奇的物品它排第一名，陀螺就第二名。我个人认为吸管啊，我也觉得就是这吸管还行吧，有的时候能挺有意思，就大伙能玩一下的。还有对讲机。对讲机因为对讲机实际用处不是很大，所以就算了。我觉得咱就排个前三名吧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行，不买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开心不停摆，下次接着买，拜拜拜拜。今天我们要拆的是手机壳。哎呀，手机壳呀，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穿搭的一部分。是的呢，使用手机的时候也能展现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。我发现最近期的，就近期导演组有一个环节，就他们给我们讲的时候，可总喜欢阐述自己的心路历程。为什么选择这个选题？我们想表达什么？表达什么呀？看看啊，啊，就是比如说你不知道吃啥了，有个转盘，自己做，自己做，还有一个别吃。哎，韩式拌饭，哎，这不错，解决一些问题。咱可以把自己喜欢吃的完吗贴上去，但是挺那个啥的，没事就扒拉它。嗯呢，我觉得这缓解一些焦虑的时候，这要是啊，缓解一些脚灾。啥叫脚灾呀？脚灾就是，您这感觉就是以前玩剪子，就是老人就说脚灾脚灾。我理解就是手欠得鼓出点啥。我觉得这壳它挺能缓解焦虑的。它跟指尖陀螺那种感觉有点像，挺丝滑。对，不错。看第二个，是这么老大盒。手机壳也能拨动你的心弦，哎呀，还得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这种语言。着实没有必要，朋友们，真的。妈呀，是得这么大盒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尤克里里粘上一个手机壳。嗯呢，哎呀，能弹呢。能弹呀呀，能弹，能。它很像，就是它俩是一家产的吧，卖不动，卖不动，完了给它粘上了。拿这打一下电话，我看看你这啥样。喂，
这样波动。喂，这边边打电话自己还能弹吗？自己配音，一会儿那个谁，这留着等那个张飞来了。他会弹这个吗？他应该能会吧？不知道。他不只会键盘？我不知道。不可能。那他俩谁一边能摸吗？还弹，说一些比较伤感的吧，弹一个伤感的，自己给自己带 BGM， 这行。那有点太大了，太疯了，这个都。那往这一放，手机，你得往哪咋揣呢？他拿手拿着呗，天天震的，就震的呗。嗯。你咋整啊？手机借我一下，给你。避雨防窥一步到位。好颠呐，这些手机壳都。嗯。我感觉这个也会很颠。这个感觉像正经手机壳哎。我咋感觉就是一个。你连避雨带防窥，它就包着。哎呀，有伞啊，是不是？好颠呐！是分开的呀，啥玩意儿啊？粘上的，算一个小雨伞，粘上。这俩是一家的吧？应该也是，我觉得瞅他俩像一家的。有一把小雨伞，粘手机壳子上。这能打电话吗？还把喂，这样呗，对自己也避上这个雨，哎，这行，这个这主要避雨，哎，你别说这还行，我有点心动了，这个，这样，看不着，自己也有时候还能挡上点，妈呀，好颠呐，这些手机壳，这个叫人人都爱东北大花袄，啊，那就是二手玫瑰周边产品呗。妈呀，还有人物形象呢！哦，这是什么镶钻形的吗？那不是，它不是个具体的人，这还挺可爱。我觉得这还行，挺喜庆。嗯，是个正经手机壳，这样还挺，我觉得这也挺好。手感还不错，大小合适。嗯，硅胶的，挺好，这也不错，挺实用。我们在网上有看到孙怡也有同款。哦，挺好看这个，孙老师还是能学嘛哈。这咋找呢？手机壳，手机壳，就搜手机壳。手机没电也不焦虑，这啥呀？它手机壳上带一个电池，啊，游戏机。那意思，手机没电了，你就玩这游戏机。我的妈呀！解决方式是这样的。我都老多年没玩这种游戏了。哦，弹球，我这是个弹球游戏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可算整出去一个，我的妈！那哪个开始的？哪个开始？你在哪个开始的？你是第几个呀？那太快了，提醒我要死了，快放下。行行，完了，丧志了。嗯呐，你不相信？还有没？还有一个。有他保护手机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想起我们那个李宗恒那个，我们当时想做一个没做出来，就是手就是像安全气囊似的，手机壳上有安全气囊，一掉地上叭就弹起来，没整出来。这是啥呀？都挺沉，这是一个是俩呀？你手机放这里呀、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萝卜刀？什么？你把假装是手机放里头，看放啥呀？我就这样的，是不？完了，接通电话吗？那地，我瞅是这意思啊、哦，把这卡，你把这得卡住，卡不住啊。能，你看你这样过来，不就把这玩意卡住了吗？这样的，把手机炸了。嗯，这帮疯了吗？这帮厂家，他就想做这一把买卖，是不是？那可能这个都他做的，一家的啊，有可能吧。这有一阵挺火，大家都玩萝卜刀那阵。萝卜刀我就没太懂它是啥。嗯，我现在有点跟不上那个，跟不上，嗯，别卡手，有点跟不上那个潮流了。
有喜欢玩的，但这玩意儿它不实用，它就这还是哪个实用？你告诉我这个嘛，这还行。它有啥可实用不实用的？它至少是个正经手机壳，能保护。你身边有爱买这种东西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就咱们导演组有那样的人，我知道是有的。嗯，每个人幽默感不同，看是不是挺上瘾，一直反复的有我。哎呀，我来微信了，嗯，我要回完，啊，收起来，来吧。这个第一名吧，我觉得这个起码还是能用。游戏机也不错。嗯呐，其实这俩也都还行。其实我觉这一把雨伞还可以，虽然有点颠，但是他俩属于一个路线，配货制。这样都属于配货制，这两个行啊，用地吧。第一名推荐孙怡老师同款。不买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开心不停摆，下次接着买，拜拜。